好，欢迎收听我是 CC，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没有人看、有人看的这个一万一千零六十七个人在看这个空岛。空岛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做太糟糕了。好的，游戏声音太响了，很明显，对不对？游戏声音不能这么响，对不对？不要给他点脸，说你是谁，你为什么要打断我说话？游戏声音。然后他说：“对不起，CC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然后对，就这样。所以呃，有些上一部、上一集、第六集，有些有些东西我没有放出来。 为什么呢？呃，因为因为我不想放，因为我觉得那那后部分那个没有意思，所以就没有放出来。呃，所以呢，我开了两个克隆机，然后就就就你看到左边这两个东西，然后树长出来好多个。然后对任务书我们已经没了，大家都说过，好多人在评论里说，C C 你任务书没了，你要怎么继续完成这个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 C C 回答呢，没问没问题，C C 会会写英文啊、呃，他会写 achievement book，对不对？他会写这个有什么意思呢？ 说明他可以给自己一个，对不对？五三二八五三二八一，why 啊、哦？很明显我们要开局赢，因为这个叫做 MC。好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，用我惊人的英语水平告诉大家我们有什么成就。啊、呃，有个人很明显在评论里面发了一个谷歌翻译的荷兰语，我也看不懂。呃，我真不会说荷兰语，我会说一点点，呃，不怎么好，所以。 第一步是用那个钩子，然后弄那个那个树叶，然后弄出一个虫子。很明显，第一步我们就没有过。我的天，我们玩这么久，第一步都没有过。所以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话，让我先给你们演示一下。所以这是个叶子，对不对？我用剪刀剪下来的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可以用剪刀来剪这个树叶的话，你可以这样做。我现在做的就是造一个高塔，然后摔下来，把自己给摔死，然后这个系列就结束了。我开玩笑的，我不知道这个，呃，那个什么，防喷开了没有？ 那我再开一次哦。<coughs> 好的，所以呃，五十四点五万我们才开一个幸运方块。我不想就是侧重这个幸运方块，上次那个也比较失败，太侧重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把这个虫子，你看这个这个树叶是不是变白了一点？它就在感染，这虫子就在感染着树叶，感染到百分之一百之后，它就会传染其他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把线给弄出来了。这就,就像蚕蚕宝宝一样，一样一样的东西。 啊！如果我们有新方块，其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。好的，我们先看看这个。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这个是打一个吧，make dirt。啊，我们已经做泥土。啊，这个我们已经做了。好，第四步还没做，就是把这个线给拿出来。所以我们要等，这一步就要等。等的时候该干什么呢？<coughs> 给观众协调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。大家好、啊，观众们，欢迎来到这个直播最没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我。 试图和你们闲聊，然后观众说我垃圾，啊、呃，然后还有人说韩语一直到现在没有停下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他真是韩国人还是什么，但是我真的看不懂。问题是，如果你说韩文的话，你说英语我可能看得懂，但问题是火爆他不让你写这么多字，所以你对不对？所以你在说废话，我们全发 F 给你默哀，观众肯定也不会发 F 的，相信我。我叫观众做什么？我叫观众观众不做什么？ 他们就不会做什么。我说观众不要发 F，他们就会不会发 F。我读完了错，怪众全开始了，完了，这不完了吗？哎，啊，我的天，怎么这个树叶被吃没了？啊，这不吹牛逼吗？为什么树叶被吃没了？我的天，这个这个我不同意、啊。也许也许应该我们放树上才可以。为什么我一转身树叶就被吃没了？我也搞不懂为什么。 好，我们要做一个那个什么，那个钩子。我们还有工作台吗？工作台啊、哦，在这里，在打字机上。我一直没有发现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我是个这么厉害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大、呃、家还在发 F，所以啊、呃，我还是不要看这个弹幕一会儿啊、哦，让他冷静冷静，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，不要不要做蠢事。杰克，你能不能和我一起跳下去？不可以，你自己跳啊。 不，这这很很明显不是泰坦尼克号。对不起，我没看过那电影，没看过，真没看过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呃，如果你们看过空岛系列的话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百分之八十时间我们在做的事情，就是等幸运方块啊，五十四点五万仙豆，然后还有等这个树叶长出来。唉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加个这个什么，就是骨粉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应该做个平台出来，我觉得，然后我们可以刷这个骷髅，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什么了，这个。 骨粉的问题，我有这么多黄金，但不知道能干嘛。其实什么都不能干。如果我有那个一个东西的话，我可以做那个幸运方块，但我不觉得我应应该做幸运方块，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。我应该像我之前说的，对不对？放好多方块出来，但我没有多少能搭用来搭的方块。说这个树叶，树叶会不会自己掉下去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树叶会不会自己掉下去。啊，这个还没长出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没长出来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幸运方块来的应该比这树苗快，所以五十四点五万。 你看，我有这个东西的，什么用都没有。我好想搭方块过去，然后放个刷怪塔什么这些东西，但是很明显不可以，因为我没有足够方块，非常难受。今天非常的，因为五十个黄金我也不知道能干嘛。大家好，我有钱哦，所以呢，我有钱哦，所以呢，我有没有，所以啊、哦，好的，我们应该到幺六五放五个，对不对？幺六五五幺六五五幺六五五，好的。 五个幸运方块，各位，如果它爆了，我就再也不玩这游戏了。我我的意思是，好，我放错一个了，已经强迫症了，完了，强迫症不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You jump, I jump. No Jack, you jump, I 不 jump。我没有看到泰尼好，我表示表示非常，天啊！每次我开幸运方块的时候，我就要想一些这个关于人生的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 是先有鸡的还是先有蛋的？如果先有鸡的话，人为什么会在呢？不对，这个又不、這個、不同。好了，看第一个，吹 <laughs> 牛比呢一个种子，吹牛比呢一个。好的，哎天，也许应该我们就应该叫大家好，我是骷髅 C，对不对？非常有意思。这是什么？Ender Furnace？我们等下再看吧。我们先开开完，怎么？ 嗯，然、啊、后这这这什么东西啊？Networking cable 这什么东西啊？我太失望了。好，五十点五十五点零万，我们再开吧。所以没有拿到什么好东西。这个树叶会不会自己掉？我想，我想知道这一点。我想铺一些路出来，然后看它会自己掉。如果不会的话，我就把这个延伸，把这个当做延伸出去道路，然后我再放平台。 我不知道树叶会自己掉下去，会的话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完了，对不对？那不就完了吗？其实我不知道能不能用黄金来做这个大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叫星光大道，哇，好像可以的样子，貌似可以的样子，貌似可以的样子。有没有黄金半砖啊？我不知道有没有黄金半砖这种东西。你对鼠标宽，对不起，真棒，对，绝对可以的。 哎、呃，它会掉下去吗、哦？这个这个树叶，对我知道树叶不刷怪，但是啊，我们先看这个东西吧，对不对？A lot faster than a vanilla furnace，哇、wow,，就是会更快，然后 can use ender 还可以用这个末影珍珠，可以用这个岩浆，然后，呃，呃，反正就是更好的熔炉吧，应该。所以我们现在不用自己造熔炉了，这总是个好事，对不对？这总是个好事，对不对？那必须是啊。 你说不是的话，那么那么你有你有心理疾病？我不想放板砖，对，有钱人不需要放板砖。好了，这个太难用了。还有、呃、闪电模式和慢模式是吧？那不吹牛逼吗？那一个熔炉放这么复杂干嘛？这是什么？那、啊、可以放到一个末影箱里面。也就这样吧。好的，我我想用黄金造这个造这个路哦。没声音了吗？ 一直有声音，啊，我以为我我一直关着声音，但是关着还没学，一直喜欢骗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没办法，半砖对不对？下半砖不能升怪，上半砖不能升怪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忘了，但我不在乎。作为一个实况主，你需要不在乎任何事情，这是我给你们今天的建议。就是你吃饭，你觉得你饿的时候，你说你摸着你自己肚子说我不在乎，其实我不饿，然后你就饿死了，对。这就是一个当实况主的精神。 如果我们用黄金做方块的话，我们可以做几个？不多其，其实算了，打消这个念头吧，打消这个念头。呃，我希望我会得到一个骨粉，但是这个永远不会发生，因为我们玩的是 Minecraft，然后 Minecraft 喜欢耍我们，这就是这样。还有其他数量没有了？太棒了！我要拿瓶可乐喷你全家。好的，你是傻十三，谢谢，谢谢。 谢谢观众骂我，谢谢。我今天看那个王者小弟直播，不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有很多人骂王者小弟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王者小弟是谁的话，我这里解释一下，就是一个一个 LPL 主播，经常被人喷，这是王者小弟。然后我我看他那个直播，然后很多人骂他，我就想，要万一他骂别人，对不对？他他他故意招黑，对不对？他是在故意招黑，然后他才火了，对不对？他火了，那他是不是成功了？ 是的，啊，国外 Twitch 上面有个女主播叫做 Casey Tran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她呢也很厉害，故意耍别人，然后很火，然后其实她自己做个什么，问我任何事情，她自己也承认这个只是自己的这个网上演出来的，其实她现实生活中是个很严肃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哇，王者小弟真真厉害，真有这个经济头脑，对不对？我就我就很佩服他，对不对？这个可以升怪吧？ 完了，我就我我我只是说王者小弟而已，大家怎么都喷我了？我不是叫大家喷我，这个我不同意，这我不同意。这会升怪吧？这这会升怪应该吧？我希望会的，我希望会的，可以吗？这这是上上上对女主播，嗯、呃，这位上这位上半专还是下半专？我不知道，下半专不升怪，这是上半专吗？这应该上半专。对。